千载风云，记载着城市的日新月异，街头巷尾刻画着市井的生活变迁。在漳州古城商圈发展的脉络里，商业推动着现代文明的构建，亦记录着古城生活方式的善变。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了九龙江畔乡城故邑，街道上此起彼伏的叫卖声穿过了时光，寻寻觅觅地拾起曾经的老城记忆。出来的时候碰到大家都会微笑点头，啊，出名啊，老前后就对了哈。哎，阿姐出门就安尼，唔捌你，但是阿家你点头就笑，人情味。啊，我们漳州都很有人情味。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，老城的故事是街边摊贩的烟火香，是老百货里的新时尚。但是因为每天在上班的途中，我都会愿意去发现，去感受这个城市的变化，购物啊，生活呀，外出吃饭啊，会更加方便了。我眼中的漳州是一个商业中，然后的话又有一些文化底蕴的东西，就是漳州整个的这个人文气息，很容易勾起这种就小时候那种很淳朴、很质朴那种生活。因为一个城市你要有生命力，就是必须要有这些东西。啊，以前呢，那个东西买东西很难，啊，现在这几年这个你要买东啊，这个买什么东西都很丰富。时代更迭，商业变迁，不变的是从老到新交替中那些味道和记忆，以崭新的样貌继续传承。比如说去大麦 KTV 唱歌，或者说去吃饭聚餐，比较喜欢去商场吃饭，因为环境会相对好一点。因为我们一般这种商场的话，正常应该是吃喝玩乐购应该一体化的，对不对？我在这一个综合体里边，我都可以找到我想要的东西。比如说我吃完了饭，我可以去看电影，看完电影之后可能再找个地方喝两杯小酒，或者是泡泡茶，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综合体。当然这个综合体最好离我近一点。2019年，大唐地产携手上海万街与漳州老城核心，打造漳州首个阶梯式空中购物公园大唐天街，为漳州人带来全新的商业体验，一场新旧文明的碰撞融合，新时代的老城故事正在续写。我是漳州人，我真爱漳州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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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漳州 ，I love you， 漳州。大唐天街，老巷口，新天地。